家三代和乐融融，而且他们都是在神召会聚会的基督徒。这一天，全家正庆祝爷爷郝俊的生日。虽然里面成员一直不断在变化，不过基本的精神却传。
当中来分享。感谢主，今天真的透过前面师爷他们很精彩的节目啊，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啊回顾了一下这个师爷团契。哇，没有想到，当这他们邀请我的时候，我也没想啊，师爷团契五十年嘞。我这时候真的才屈指一算，刚才慧仪在问说这个温州有没有二十年，刚刚在认真算了一下，应该是民国72年，高中进来，所以即将快要进迈入30年。神话，所以真的感谢神。我想这个事业团契这五十年，甚至不止五十年以上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培育了许多人才。这个正常人来讲，出去讲一定不忘记，对不对？这个约瑟，哇，这么棒的事，那是神人哎，对不对？解梦这么准，但是没想到九正出去立刻怎么样，高兴的怎样，把他给忘了。哇，这时候他这个约瑟只好继续讲。继续蹲大牢，继续关在里面。你这时候可能会说：“那你家睡，是不是？”在这里面，好不小心这个被发现说：“哦，原来我跟慧美以前我还做过这个传播的工作。”所以那时候才说教会，哎，教会有影音的需要，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们来帮忙发展？所以开始去我也吓一跳，说：“哎，一个这么大的教会，2000人的教会，竟然没有影音的施工，我也觉得很压抑。”所以后来我就那时候就一边每次一边牧养服事，那一边半职就开始帮教会做一些简介啊，还有拍就那时候教会圣诞节有圆游会，有一些慈善的活动啊，拍一些募款的短片啊，把一些各地的需要带画面带回来。哇，没有想到，哇，那弟兄姐妹反应非常的热烈，所以就慢慢就这样也不知不觉就糟糕，就这个本来当牧师哈，本来那时候是传道，那时候在本来是牧养小组弟兄姐妹。后来越来越发现，哇，这个营事工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多到一定许多美好的造就。主啊，主啊，真的是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主的里面，主啊，我们学习与主同行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主啊，赞美你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也求主，这个时候他的圣灵帮助我们来鉴察我们，在过去的时间的当中，我们是否认真的与主同行？我们是否走在上帝他所命定的那个祝福的道路上，还是我们个人偏行己路，走在你自己觉得对的道路上？我们是否认真的读经、祷告、服事、爱人，甚至爱那不可爱的人？这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时候也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求主来鉴察，求主来帮助，加给我们力量。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哦，卡巴拉拉拉拉玛，西格拉格拉玛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主啊，你要帮助，主啊，你要祝福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承认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，主啊，主啊，离开了，主啊，你要我们所走的路。